拇指原始点操作演示。拇指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红点所示，位于大鱼际外侧，近拇指腕掌关节处之掌骨根部，紧贴骨旁。涵盖范围，拇指第一二指节，如图中黄绿色区域所示。一定要稍微有侧面，然后怎么顶呢？就在骨旁顶进去，然后稍微往下，往下，因为你即便顶在骨头上，稍微往下，那就骨肉交界了。要有这种动作，了解吗？即便放在骨头也没关系，但是要有这往下的一个动作，然后再顶进去，有没有感觉了？这个就绝对跑不了，而且一定是骨肉。那如果你少了这个往下的动作，你顶在哪里，骨头就是骨头，顶在肉就是肉，你很难分辨骨肉交界处。所以我还有一个小动作，就是顶进去之后稍微往下，好，那确定了，啊，这个就绝对跑不了，有没有？这个不是这样哦，错误的，也不是这样哦，这样揉不到的，这样也揉不到，那要怎么样？稍微斜斜的，我放下去，然后再稍微怎么样，顺着它的肉，再稍微食指往下一下，好，这个一定是骨肉交界处，那这个揉绝对百分之百一定揉对，也不用再调整，那这样，哦，再左右有没有？我怎么揉都揉对。